谢谢大家今天来萌萌微笑玩，我是接下来的表演者，我是 Luca Banana， 大家可以叫我娇娇就好的。我很久没有穿女服装了，所以现在有点紧张。那因为这场的看的表演者都是女仆，所以娇娇就练了两首女仆的歌曲。对，那希望等一下可以把大家的声音借给我一起应援好吗？好，谢谢。我真的是要哭了，回到新人的样子。好好，那为大家带来今天的第一首歌《心机妹的啊》，明天明天 Q。点了，好，那我喝个水。那下一首歌的话呢，我必须先说，我超级久没有唱这首歌了。但是我相信现场的大家如果有去动漫场的话，会蛮常听到这首歌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对，然后我要先在这边特别感谢阅读馆的馆长，谢谢他就是答应让我唱这首歌曲。好，那我就先
就先直接开始，为大家带来第二首歌《优米优米》。好き好き大好き。心を君に届けるマジカル、カラフル濃い味。Welcome to the Wonderland。 心のオアシス、月の未明とカフェ。おいしいわ。制服の準備を始めなきゃ。ハイヒールです。紳士食堂のもてなし、おいしいコーヒーを入れします。ゆうかけです。食事の準備でかけまわる。ハイヨルです。こぎたくなされるマスターに最高の笑顔をプレゼント。楽しんで、ケーキあります。今しか撮れないこの笑顔、あなたのアルバム埋めてみて。お食事です。魔法をかけて召し上がれ。休校です。全員を揃ってハイポーズになの、テンション爆上げです。おまじないをかけちゃいます。いくよ。声も然后，就很久没有自己唱这首歌了，觉得很有趣。那再次感谢大家对我的照顾，还有阅读对我的照顾，谢谢。どうぞ見しないでね。いたずらや気持ち。覚悟をしてよね。いたずら作戦。好き好き大好き。真心を君に届けるマジカル、カラフル濃い味。 Welcome to the Wonderland。 心のオアシス、月曜日说一个应该已经没有什么人知道的事情。刚应该有一些人会有听过优米优米，对不对？对，其实我是原唱之一啦。对，所以非常非常感谢，就是阅读馆的馆长，就是让我有再一次的机会，然后唱唱这首歌。那以前其实是四个人一起唱歌，然后这次是一个人挑战，就觉得，觉得很新鲜、很有趣，但是又觉得哇，有点，但是没有问题，因为我现在有大家，没有问题。好，好，那可爱的歌曲就到刚刚结束了。接下来呢，因为要进入娇娇的原创曲的部分，所以
曲风，曲风会有一点点变换。对，那我喝个水哦。穿女仆装唱原创曲好像是第一次。好，那先为大家带来娇娇的第二首原创单曲《Change the World》。Everyone should try. 一起的，裏から涙。
谢谢。好，来进行最后一首歌之前呢，想要重新 跟大家自我介绍一次，我叫做 Luca Banana， RUKABANANA。如果对刚刚三首歌的表现觉得还算可以的话呢，就欢迎到 FB 搜寻 RUKABANANA 就可以找到我了。然后我同时还有在经营推特以及 IG， 欢迎大家都追踪起来。然后娇娇的话，今天是中演悟饭，所以等一下活动结束后会开始进行悟饭，欢迎大家来找我聊聊天。然后娇娇的下一场演出的话是明天一样在捷克音乐的 Evening Star， 然后娇娇两部都会在，对，但是明天就会穿回之前那样子的演出服了，对，这套我会先把它冷藏起来。然后礼拜天的话呢，娇娇会回到高雄去参加娇娇自己的乐力驻唱，对，然后但是下个礼拜娇娇又会上来台北了，好像也会很多天，对，那详细资讯的话可以看娇娇的粉专，对，好，那下礼拜还蛮忙的耶，礼拜六早上参加 PF， 然后晚上到点空间参加茶花苗的公演，然后礼拜天又去 PF， 然后晚上又回到捷克音乐参加偶像好声音，对，就是大家不嫌弃的话，下礼拜可以看到很多的娇娇，欢迎来玩。好，那娇娇带来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那这首歌曲是娇娇的原创，第一首原创单曲《天体地图》。憂鬱に飲み込まれたの夜に君は僕を見つけた感覚を抜き捨てて切り裂いたあの空の欠片の世界はて笑顔を借りつけた心の奥に誓った単純とはな君の本当は知りたくて伸ばした手のひら道も出ないそう
谢。那以上是 Luca Banana 演出，希望大家喜欢。以上 Luca Banana で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那我们待会午饭见，拜拜。